Hello， 我是今年 YDC 2018的冠军陈星同 Walker。Hello， 我是今年 YDC 2018 Liu Chen Award 杨顺良。其实成个 collection 的概念来自于 MMA 混合格斗，最想表达的一个核心就是我们永远都要俾勇氣自己去面對生活中的挑戰，不可以咁容易放棄。咁我今年 YDC 嘅作品嘅靈感嚟自1896年嘅一個德國青年運動啦，就叫 Wundervogel 飄鳥運動。我亦都想我嘅 collection 係俾佢哋穿著嘅人去到户外嘅地方，面對任何困難都可以有解決辦法啦。從小已經有一個想法，就係希望我嘅衫係會係我自己整，去表達翻我自己對於時裝上一個美感，或者是我生活上的一個態度。可能 fast fashion 很大量的思維去入侵了香港，對於香港人來說，時裝只是為純粹是真的為了包住個身體。其實我自己都是有打算去外國繼續進修學業的，因為我其實相信每一個設計師他們都很希望擁有到自己的一個品牌，去表達到自己的看法，去將自己的作品去 showcase 在人家面前。將來要走的路都是會想去創業的，但短時間內可能都會去學習更加多，去吸收更加多的經驗先去實踐這件事。YDC 這個行頭對於我們時裝的學生來講都是一個香港比較大的一個事情來的，他每年都可能會跟不同的 production team 合作啦，也都可能在社交平台會經常見到他們的曝光率其實是很高的時候。其實獎金就我都會儲埋它留翻作為一個彈藥啦，去 create 更加多的 design 在將來的設計上面。希望我的衣服都是表達到一種很長久、很有歷練、溫到很久的一個 item。